产业道路好几名员警在国园里里外外搜证，大伙的心情都很沉重，因为死者竟然是警官夫妻。昏暗的，你看不到了。周末假日，女性员警一早回到古坑乡自家果园巡视作物，因为水塔漏水，她攀入塔内自行涂防水漆，结果在秘密水塔中吸入过多的甲醛，中毒昏迷。妻子在外等不到回应，试图攀入相救，却拉不动人，同样中毒，两人双双溺毙。依我们勘查的情形，水塔的高度是2公尺高，但是水的高度，实际水的高度约只有25公分，那昏迷之后。夫妻双双趴在这个水中，导致溺毙的情形。中午过后，夫妻俩没返家吃饭，国中小女儿惊觉不对，到果园找人，才发现父母亲已经身亡。全家人开心合照，幸福甜蜜。56岁的吕姓员警原本任职斗六分局交通组长，年初大选后改调到县警局当秘书，太太也在警局任职公用，平时认真尽责，没有想到竟然遭逢意外，警局同仁震惊哀痛不已。记者廖文明、蔡敦颖、龚玉德云林报。